相亲挑战金氏世界纪录，拼了！用脸盆装刨冰，一旁已经有水桶备着，现场出动数台刨冰机，工作人员接力。铺上满满的冰，加黑糖，再搭上超过3000颗的芒果，一大桶冰淇淋，接着撒上情人果和洛神花点缀，超级巨无霸芒果冰完成喽！1554公斤，所以成功打破原有纪录。打破金氏世界纪录，36分钟完成1.5吨重的芒果冰，相亲到老累。哎呦，这位老兄把家里锅碗瓢盆都带来了，这芒果冰吃的好痛快。很大，口感呢？好吃啊！原来挑战金氏世界纪录也不能浪费，主办单位开放前100名可以自备锅碗瓢盆装芒果冰，晚来的相亲也不用堆心瓜。因为这一碗同样很霸气，上头是半颗芒果，吃下口好满足。夏天正是芒果盛产季节，再看一次眼前这1.5吨成功挑战金氏世界纪录的超级巨无霸芒果冰，光看了就透心凉。三立新闻李世荣、赖不香台南报道。